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平江南区关政服工巴士和嘉义市，在关政典礼上，市长涂正铁致辞表示，嘉义市的医疗资源以及对民众的照顾非常重视，疫情更获得高龄优先城市全国第一名。市府自1996年起提供服工巴士接送服务，委托由脊髓损伤者协会营运，服工巴士由3台增加至17台，非常感谢同济会一个爱心，希望这台服工巴士的加入，能再次提升服务能量，让身心障碍朋友外出更便利。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人一同加入关政的行列，让更多身障朋友受惠。同舟共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非常非常感谢。今天再度非常高兴的接受你们的捐赠这一台，我相信我们的身心障碍的朋友，障碍的朋友，因为我们执政时一定非常非常高兴哈。就立刻给起来啊，这样子，万一有些坏掉啦，或是有些什么这个整个的整体的应用更方便，更方便啊，非常感谢哈，感谢，谢谢。同济号服工巴士是德国进口福斯汽车，耗资大约160万元，车厢内宽度可以充分应用各种特殊条件的使用者，更方便陪同家属对搭乘者的照顾。消委会表示，市府委托脊髓损伤者协会经营服工巴士，十多年来提供优质交通接送，予真济使用者非常感念，自发性的捐赠服工巴士予市府。欢迎行动不便、身心障碍朋友多加利用。服务时间是拜一至拜五，逐天上午8:30至12点，下午1点到5点半，让看病或者拜访朋友更加舒适便利。接送服务预约电话：05-277-1030。新闻新闻电台顺嘉义市采访报道。时令已经进入冬天，但今日阳光普照，气候凉爽，非常适合运动。福田福社会福利基金会结合嘉义市体育会，在1号举办2018第十届朱罗世界杯全国网球锦标赛，吸引来自全国各县市的38支队伍、658人踊跃参加。开幕典礼在上午10:10举行，象征第十届比赛十全十美，并由网球委员会主委蔡英芳担任大会主席，包括嘉义市长涂省铁、市议会秘书长李佩玲、市议员蔡文孝以及新科议员孙冠志等贵宾出席，祝贺来自全国各地选手旗开得胜。我希望讲，未来嘉义市伫这个财会、甲十二会，就是嘉义市的体育月，吼，我会提下推动啊，讲，予咱每一个选手来甲嘉义来参加到这个比赛，都会当交到。哦，真好的回忆哦，当家庭的故乡哦啊，会阁想讲明年要阁来参加这个比赛，这才是我推动的目标。从今仔日我直接感谢咱市政府哦，咱图书馆交教育处哦，会当全力的支持哦啊，感谢今仔哦，咱谢谢下贵宾哦，希望天气这个天气这么好的下一次能够享受这一次的比赛，大家交朋友哈啊，用暖式网球互相来交陪啊。互相来切磋，好吧？预祝让这个今天的这赛事圆满成功哈！啊，今天看得奖啊，当然要到嘉义，唔通干那吃螃蟹哈！一定哦，爱去安怎呢？爱去食寡好料的啊，爱去看一寡阮嘉义好玩好吃的东西。2018第十届朱罗世界杯全国网球锦标赛，12月1号、2号两天，在嘉义市立网球场进行，提供全国软式网球球友一个切磋交流的机会，透过比赛以球会友，并吸引社会各阶层、各年龄层加入运动的行列。福田福社会福利基金会表示，世界杯今年已经第10年，是创办人陈英祖为纪念父亲陈世德对网球运动热爱所发起的比赛。除了提供网球球友切磋的机会，也为嘉义市运动风气注入新的活力。新闻陈仁顺嘉义市采访报道。推广嘉义市在地美食，嘉义市政府结合经济部中小业企业资源，推广多元行动支付导入，创意 AR 伴手礼包装开发，一化流程设计，
搭上科技潮流，让民众体验无现金时代，以及食品加意。以重头戏叫美食竞赛活动，伫咧今日第一阶段的网络票选之后，总共32间代表该方面的美食业者脱颖而出。该市长涂新泰甲妇联郑玉官更特别出席，为大家加油打气。智慧城市就是用智慧的方法、科技的工具来让嘉义市的服务、嘉义市更加进步。底下的美食也是一样，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也是结合传统，那也结合创意，所以我们分成传统组啊、创意组，所以这个部分啊要把它结合起来。第二个，要结合先端的科技，所以我们提供的这个经费里面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就是希望说能够在你吃饭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能够多元给付，就多元哈、收钱的意思啦。你可以凭一张卡片，或是说手机啊，你就可以消费哈、这个我们已经在推动了。该市长表示，自美食竞赛伫十一月公布评选以来，得到该市美食业者的关注。竞赛分作为传统美食甲创新美食，总共有42组业者参赛，竞争激烈。而第一阶段由网络投票以及市民选择，第二阶段决选，除了邀请专业评审专家，活动现场也由100位网络报名抽选决定的试食民众，现场试食以及评分。透过民众的参与和专家的推荐，选出2018年嘉义美食的20间推荐业者。未来该美食也将配合观光推广，向国内外进行美食外交，带动嘉义的城市观光。新闻调频嘉义采访报道。乌金多是江西文化的一片基地，也是一个关于时代空间，也关于人的关键字。后夜社区是乌金多最受欢迎的时阵，外地移工的宜居地，有真侪独特的文化特质。江西市政府连续17档举办乌金多艺术节，今年特别以连接万星在地志作为主题，集结了18位创作者的点子。参展单位之一的民雄文教基金会的影班，特别以影像连接的艺术村和后夜社区，连接艺术家和民众，也来连接到当地艺术和乡民文化，透过创作连接以艺术和地方来对话。我觉得说人的一生、就好像是一部戏或者是一场电影，因此我们这次就用电视来当作是一个、展出的一个主轴。我们把照片放在电视前面、象征着是一种映绘人生的一个概念，好，这样把它表现出来。市区的人呢、跟乡下人他会有一个距离感，就是人跟人之间会有距离感。但是当我们进入这个社区以后，我们觉得说，哎，这里好像是，乡下人一样，他就好像一个征讨为狼。我觉得他们非常有人情味，这是我们在，拍照的时候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我不会说台语。那有时候用比手画脚的，那可是他们都非常欢迎我这个好像是外来媳妇的这样去让我去拍。那有的时候他会跟我说他们的心酸的故事，有捡垃圾的，有照顾老人家的画面，也有开店的画面，有卖鱼60年的画面，有很多很多我都在跟他们访谈的时候，我心里面已经有那一种感动。然后当我按下快门的时刻，那一刻其实就已经是我知道我需要的画面在哪里。连接万星再生之乌金多艺术节主题策划展，由中华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陈一环、含竹村艺术家王德合共同策划，企图将社区带入展场，也将艺术引进社区，邀请到18组的创作者参展，透过艺术家的创作连接地方、基地、生活，和乌金多的未来会当展现无同款的风貌。展期对即日起直到明年1月27号为止，欢迎民众踊跃前往观赏。新新闻就定是王秀山加李奇彩虹报道。
剃刀艺术村十七回路，为提供予市民朋友更加侪亲近艺术的管道，让年轻人伫遮挥洒创意，让剃刀艺术村再度蜕变进化，推动嘉义后站艺文自乐发展。并透过艺术家的心意感，发现既有空间的可能性，开发民众生活美学与深度体验。上午开幕活动，也有亲子参观、儿童写生比赛、彩绘表演、摸彩活动。嘉义市长涂省铁致辞表示，乌金就是煤炭，也蕴含早年为生活刻苦奋斗的精神。文化局每年持续办理乌金端艺术节，都是为持续推动艺术而努力。也将早期生活刻苦、积极奋斗的精神一一发扬，两公是嘉义人精神的典范。我们的嘉义的意识要往上提升，往下扎根，现在要往外蔓生，让它到各个角落，到我们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去，然后创造是在地制，就是让在地的意识能够有再有创新，甚至产生新生命。所以这个艺术节很有意思，那展现的十八位艺术家的作品也都非常的精彩。在这里邀请所有爱好艺术的朋友，全国爱好艺术的朋友，嘉义市的市民朋友，都能够利用这段时间来看一看我们黑金艺术节展示的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作品，然后到嘉义多待几天啊，然后连下去继续参加我们的国际管乐节，欢迎大家。今年度乌金端艺术节，乌金端作为嘉义文化的集体基地，是一个关于时代、关于空间，也关于人的关键字。后夜社区是乌金端繁盛时期外地移工的聚集地，有独特的多元文化与草根特质，但在产业变迁的脚步中逐渐被遗忘。嘉义铁道艺术村为其乌金端固有张裕的核心基点，用文化的能量激活铁路仓库的生命力，打造了艺术的桃花源。这届展览由国立彰化师范大学美术系陈一凡教授与驻村艺术家王德合共同策划，企图把社区带入展场，也把艺术引进社区，邀请十八组创作者参展，借艺术家的创作连接张裕基地生活与想象，使艺术成为积极的创作性介质。期许乌金端的未来，不只是关于历史的名词，而是关于文化的动词。新闻新闻嘉义市采访报道。嘉义市是美食之都，每年都会吸引大批游客来嘉义游耍。因为照顾民众饮食安全，嘉义市政府卫生局特别甲中林医护专科合作，针对嘉义市食品业者进行 GHP 卫生辅导，总共有107间业者通过辅导。14号由嘉义市副市长张惠朴亲自颁奖，公开表扬这优点家。副市长张惠朴表示，四年外来甲专家学者合作，对业者进行现场辅导，目前已经辅导超过1000多斤。未来市政府也持续提升食品安全卫生管理品质，维护家己的食品安全，为民众的健康把关。四年前迄阵的社，咱台湾的社会各界哦，对食品安全诟病很多，希望做好把关工作。啊，伫个当中啊，拄好头前张就任，所以就任以后，伊就推动一个食品安全推动委员会。是全国第一个管区成立的，当然，咱四冬以来啊，配合这个咱潮州副专，有超过1000间的餐饮业者啊来辅导，今年阁做如何？208间，这个记录这个食品的来源，记录供应商相关的记录，那做到真好，就是讲确保食品安全卫生。该市政府卫生局表示。这边特别委托中年医护管理专科邀请专家学者共组实案团队，到现场实案诊断，针对业者自主卫生、作业场所、员工操作以及个人卫生等新增辅导，也希望透过公开表扬，打造优良餐饮业者的形象。新闻台民间是采访报道。由北音之家所组成的圣咏团，带领大家做伙来唱圣歌，歌声温暖人心，将爱和祝福传予北音内底的家属佮有病人。
在刚好累积后，由主内新妇含新妈的丁平英当署长华雪芳参与的议长单位会，阁有参加的贵宾，做会为闽南来点燃着希望之灯。三个圣诞节就会来到，在这样一个爱的日子里，我们的主耶稣以爱诞生了。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爱心能够使我们所有的人得到这份爱的礼物，借着爱的礼物，我们也去扩展这个爱给其他需要的人。我们也求天主降福我们整个嘉义市整个市民，所有的市民得到天主诞生的平安喜乐，也得到充分满满的爱，让家庭让社会都得到平安喜乐，天主降福。代表着江宜市长同心提出小圣玛丽顶病院马槽点灯仪式的副市长张惠宝，除了来肯定着义方长期照顾江宜地区民众的健康，也为民众来献上着圣诞节的祝福。我们的祝福啊，未来的市长啊，能够继续能够推动啊一些跟医院有关的一些造福市民大众的健康，我想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祝福圣玛丽顶。也感谢圣玛老定啊，在我们这个高龄友善城市这一部分给市政府很大的帮忙，我们在这一部分的成绩能够高居全国第一名。涂市长也因为啊推动有功，能够荣获县市长评比的第一名，双料冠军。再一次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谢谢。活动最后，义方特别安排着舞会贵宾将写好的祈福卡来挂上着圣诞树，祈求天主保庇降福。圣诞天使嘛出场，开着礼物袋发糖啊，给大家散播着耶稣诞生的喜悦，现场充满着幸福温馨的欢乐气氛。最新新闻，周定顺、王小山、嘉义市彩虹报道。有将近八成都出事的孩子，在出事之后两礼拜之内会出现着黄疸的现象。黄疸又分作生理性和病理性。生理性的黄疸通常伫咧一两礼拜了后就会自然消退，但是病理性黄疸不只是需要治疗，而且更有可能会产生着并发症。所以都出事的孩子黄疸严重会程度时常让真侪家长感觉真困扰。现在江宜基督教病院儿童医学部的医师周信旭，伫含嘉南药理科技大学来研发一套体检的 App。好，新手的爸爸妈妈会当透过手机啊，家己来检查，佮会当针对无同的黄疸风险的幼儿啊，来提出警讯。常常我们临床上会遇到小朋友的黄疸已经太高了，但是呢，爸爸妈妈没有发现，而造成了所谓的核黄疸。那这个核黄疸的意思就是黄疸会影响到脑部的一些发展，而造成一些后遗症。比如说，宝宝有可能会因为这样造成听力的受损、发展的迟缓，甚至造成脑性麻痹。严重的话会甚至到死亡的状况，因此呢，每个新生儿回家，我们一定会卫教家长一定要仔细的去观察宝宝的黄疸是不是过高。但是呢，前面提到爸爸妈妈因为没有经验，所以他们在观察的时候其实压力非常的大，那也生怕说自己一个疏忽而造成宝宝不可逆的一个脑部的伤害。那目前的话，我们也是在进行产品的一个优化，还有一个演算法的一个调整。那还有我们也要预计要申请啊医疗器材的一个查验登记，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可能我们预计希望明年的话能够尽快的能够上市，提供给家长做使用。由嘉义基督教病院儿童医学部的医师周信旭含嘉南药理科技大学合作研发的达特黄新生儿黄疸体检 App， 现在已经通过着台湾、中国大陆和日本的发明专利。是目前世界上唯一通过德国专利的黄疸筛检 App， 而且佮获得2018年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金牌奖，佮有国家新创奖。希望透过高度普及的智慧型手机啊，帮助拄出事的红孩啊、的爸爸妈妈来判断着黄疸的严重程度，改善新生儿照护的品质。最新新闻，丁是王小山、嘉义市彩虹报道。
伫咧地电公司嘉义区处长张建川的串联之下，由员工代表所组成的关怀团队前往嘉义市秀恩育幼院，除了来订赠着17,000元的协助金，嘛感谢着社福机构服务人员，佮有志工的专业照护和辅助，好即阵囡仔伫遮会当安心成长。地电公司嘉义区处嘛期待透过实际行动，好就随着关感受来自社会的温馨和关怀。我们台电公司除了平常是服务地方稳定供电之外，提升服务品质，那我们基于关怀地方啊，我们每年都做出肩负很多的社会责任的工作。那我们希望抛砖引玉呢，今天来这个嘉义市的秀恩育幼院呢、啊，我们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啊，在这个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呢，能够有一点回馈给他们。那希望引起啊，这社会更多善心人士能够救助这些比较弱势的民众或者儿童。那感谢院方啊，平常的照顾。秀恩育幼院院方特别感谢地电公司嘉义处和因的关怀和协助，佮希望透过来自社会的温暖关心，和这群囡仔更加有勇气，不因为外在环境而艰困，来影响着家己的学习，和每一个囡仔拢会当积极向上，伫咧爱的环境之下健康成长，快乐学习。最新新闻，张国平、王秀山、嘉义市彩虹报道。近几年青少年性行为比例增加，而且年会有提悬的趋势，部分网络不对的性资讯容易产生不对的性观念以及性价值观，因此建立青少年正确的性观念非常重要。嘉义市卫生局特别呼吁青少年朋友对安全的性行为以及艾滋病防范都要特别注意，一定要注意避免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并自我保护，避免感染艾滋病以及性病，在任何期间都应该要做好防范。嘉义市卫生局表示，除了平常针对艾滋病危险族群办理艾滋病防治工作以外，也跟大专院校共同合作，希望少年学子建立正确的知识，也积极辅导嘉义基督教病院以及台中荣总嘉义分院成立同志友善门诊，提供免费快筛以及咨询服务的管道。民众若想要了解有关艾滋病以及性病的防治相关资讯，会使就嘉义市政府卫生局网站查询，也则是卡卫生局专线洽询。新闻调频嘉义市采访报道。日本日前传出第二例低温案件，为保护台湾产业，农委会防检局公告停止日本外地猪肉以及相关产品进口，防范日本猪瘟疫情扩散传入。依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第28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指定区域停止检疫物的进口，违反者会使开罚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嘉义市卫生局呼吁消费者注意选买猪肉来源，在煮猪肉方面，最好的方式就是完全煮好熟。另外，来自中国大陆以及日本来台的旅客，唔通违规炸肉类产品，以免受罚。里民众若是发现业者贩售违规问题产品，会使卡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专线欢迎。新闻调频嘉义市采访报道。各国的选美比赛 ，KCT 南区联合会国际足球展览比赛，2号伫嘉义市江平运动公园体育馆盛大举行。主办单位 KCT 南区联合会会长许水平指出，今年报名参加参加数量达到352只，是全国上盛大的规模。除了趁机行销嘉义之外，也联合残障者协会进行公益关怀。我们每一年都会在嘉义市举办一场全国性甚至有国际友人过来的国际性的一个全人种的比赛。那我们这个比赛一年比一年的规模更大，甚至在我们台湾目前来讲已经要居参展的数量最多的一次。对，我们这个比赛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希望以嘉义的一个精神，比如说我们的目录是用阿里山的一个背景，然后我们使用嘉义最有名的鸡肉饭，嘉义在地的香肠，
还有一些我们还结合了我们的社会公益就是那个跟残障协会我们做一个提供给全友的一个残障上的一个就是请他们来帮全友做一个按摩疏解大家的一个紧张的一个压力是。今年全县政报名总数达到352只，由性县以县者年龄不同，分大中小组选出，包含博美犬、玩具贵宾犬、马尔济斯以及澳洲牧羊犬。当时参展数量较侪，特别邀请阮自日本的川田惠子和芬兰卡雷贾凡娜一同担任 CACIB 店的审查工作。另外，也有马来西亚的可尼斯菜和日本的九川一郎一同担任 CAC 店的审查工作。在中岛的开幕典礼上，伊介绍予各界认识这几位国际知名的审查老师。根据了解，冠军犬的身价会水涨船高，其中更有超过100万元的身价。新闻新闻中央台采访报道。可以了吗？好 ，OK， 可以开始吃了。可以。这个怎么吃啊？你也行，姐吗？啊，你也行，姐吗？啊，你也行，姐吗？是怎么了？